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吃牛排，老公来一口。哎呀，香吗？太好吃了，媳妇儿。嗯，好吃，太香了。媳妇儿，牛排就得小火慢炖，媳妇儿。牛排。对，是牛排。来，哎，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上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家人们，好几天没上热门了，看看家人们有没有食欲。太好吃了，家人们。嗯。来主持，媳妇儿。嗯，太香了。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回家了。我妈糊的大猪蹄子，来，老公，先来一个大猪蹄子，还有老家的笨猪肉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媳妇儿。嗯，太香了。这是糊的猪蹄儿蘸的蒜泥，老好吃了，我就爱吃这口。我妈糊的，那会，嗯，太棒了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给我们小红心啊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谢谢家人们。老公再来一口，老好吃了，来个手掰干，吃干就是手掰干最香。嗯，是。给你掰一块，老公。这么掰着吃这猪肝，你们试试。比切的好吃，嗯，真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好香啊！开饭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吃红烧猪排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再给你个大熊，你那没有肉了，老公。嗯，太香了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给我们送个小心心啊，送我们上播热门，谢谢家人们了。来，老公，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好吃。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表情吃苦瓜。嗯，我陪你吃，媳妇儿。太香了，哎呀！